前面是 B B 九 B 八七，这是啥时候的队伍？大学的时候。我没有最高，他 N， 但他又是那个 National Elite University， 但他又一来。我那时候就是女朋友当排球队长。然后我就去玩了一点，然后八十七也不是真的有那么多人，我说你要几号？我说八十七啊，对啊，我也没有参加他们比赛。好，看着这次穿了一个两个小人的衣服，这边有个前面那个dollar sign，这好像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刀一样。来来来，再来。好，表示不服。
Yeah.